姐，看我等级啊！塞拉斯才十一级，我十四级了，我等级高。哎呦，你刷这么快，你都十四级了？对对对，你才十级。我懂了，姐。我跟你讲，你这把真别输啊！我得躲他后边去。6000块钱消费。你躲他后边，我他别墅，我不给你留面子。6000块。对，我背包里面有6000块钱，我买一下装备。先买一把无尽之印。无尽之印。 无尽之印，无尽之印。每次都在帮他扛啊！你为什么帮他扛？你跟他一伙的吗？你帮他扛。我得躲他后边去。脑子有泡啊！你帮他扛。我得躲他后边。我不能在他前面了。我们整一把破伤风之刃。我躲他后边，咱们先上，咱们先上。 人上怎么了？一个，两个。我这开大都不行吗？没有开挂。你的技能呢？没有开挂。三个。三把。你的技能呢？没有开挂。四个。没开挂，没开。哎，还有一个人呢。啥呀？这是。火男来了！火男来了！我帮你扛。这他妈啥？火男呢？ 港版，你别杀了！哎，不是，不行啊！好，好公益！有没有五杀？有没有五杀？没五杀，我操！我前面连上，他是连上了，我他妈给你杀了！喂，姐，这啥破玩意儿嘛？我的枪！前面，我老后边。我都说了，我拿的是炮。你拿的是小。为什么人家突然追上你，你不能突然追上他呀？你快点给我追啊！我要你突然转战三千里。 一剑曾当百万师，恭喜张小鸡选手在今日比赛首先拿下200个人头。张小鸡气与轩昂无可匹敌。张小鸡？我烦人，这炮管我什么玩意儿？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恭喜张小鸡选手在今日比赛首先拿下200个人头。张小鸡气与轩昂无可匹敌。拉。 王者之拉，OK。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恭喜张小鸡选手在今日比赛首先拿下200个人头。张小鸡气与轩昂无可匹敌。鞋卖了，我觉得我一旦被控到也是死，算了，直接就伤害拉满。是你上广播的英雄吗？九根二叔吗？ 他确实这个英雄玩的可以，但是比前两版的英雄玩的好多。确实玩的可以，但是没办法，他没长脑子。你才没长脑子吧你？就小的拿头不发育是吧？你没有等级有什么用？钢板会说就多说点啊，一个两个好不好？我操，三个。 钢板，你刚说我道歉，你就原谅我了，真的吗？你喊声爸爸呀！我怎么可能喊你爸爸了？你换一个呀！那我们俩就翻天了呀！你别杀了，我们俩就翻天了呀，好吗？啊！折磨，折磨开始。你哎，不，我干嘛呢？ 怎么想不开呢？我他大招吸我了，姐！我跟你讲，我以为你不知道是别人。现在我就是氪金玩家，现在我买的装备都是氪金装备，一枪一个。你打比赛真不是这样，我跟你说。我氪金玩家。你呢？啊？没有。 你他妈自己玩的菜，你跟我说你平时不是这个样子，那你平时是什么样子呢？你跟我说说呢。一穷，我都要进38了，我干嘛呢？我在这对不对？姐，你人家三，人家杀三，送人头，你九个，送头。OK， 我真没有，我真不是这样的姐。钢蛋。 不要再杀了，好不好？叫主人吧，行吧？你不是喜欢说主仆关系吗？你喊我主人，你说主人就是主仆关
对你说，我都原谅你了，你不能翻天吗？你说主人我错了，不应该这么对你的，好吧？哇，这好贱的他！我说我错了，我们俩就回到以前吗？你说那个，你就当我的女仆吧，你就说主人吧，喊主人。啊！哎，什么意思啊？哎，这他妈这人头在你脸上被他给拿了，什么意思啊？啊，要么这样吧，给我个解释呢。我可以给你个机会，要么这样，我以后不找你了，就是我以后就不找，就是不找你麻烦了。你要么这样，你去淘宝买一个女仆装，然后给我拍个视频，说主人我错了，好吗？我原谅你了，行吧？可以吧？那你不信，那我就打你了。那我这一把发育很好，我这一把老好了。我要的是你，我要的是你以后不打我吗？我要的是你帮我打，把我输的赢回来。那你先拍了呗，我看看怎么样嘛。我得考虑考虑，对吧？哎呀，钢板你好坏呀！姐没办法，他老是说主仆关系，主仆关系，那我很气啊。你好坏，我好爱呀！当我的陪玩不开心吗？你考虑一下。想当我顾陪？你考虑一下，你要想道歉可以，你去淘宝买个女仆装，给我拍个视频，然后说，主人我错了。那你这把别杀了，那不行，你都没拍呢，别杀了。你杀都杀完了，我还拍个屁啊！哎。人家 double kill 了，你在闪！我在呀，不开始，不开始！快点抢一个！没开挂，五杀了！没开，没开，还五杀！这怎么又五杀了呀？没开挂，没开。没死，帅不帅？嗯，两个五杀，翻倍！都有病啊！他把一个踩的跟一样，一个这么杀的是吗 ？OK， 两个五杀。他在什么伤害吗？姐，不是我在打呀。这一把舞台很大，这一把舞台非常大。看看脑子啊！我大都发不出来啊，姐。哎，又是两个五杀。没办法。那凭啥呀？凭啥？凭我装出发育好呀！我发育好呀！老板，你听我说，不都十八级了吧？给你画饼的，你别杀了，我下次拍给你好吗？不信。我明天就拍给你。那等你。那你现在杀都杀完了，我还拍什么呢？我出都出完了，你也。你要为以后考虑啊！以后万一我跟你打呢，对吧？万一，对吧？我跟你打怎么办呢？你都你而且你都道歉了，我可能还会接你单呢，对不对？你道歉诚恳的话，对不对？你说主仆关系，你说你。我这个人最要的就是面子的。哦。那你要面子，你就不拍了吗？那我这一把就正常打吧。我拍，我拍。你别杀了呀！那你这把你别杀了，下次我明天就给你拍。明天啊，那明天我再不杀了，今天还得杀。你明天也不是我的呀。那没办法。又双杀。又双杀了，又双杀了，没办法。别杀了。你看这诺丑。你不可杀了。很难受。哥们儿，你这把九个头的话有点危险了，你要晋级的话，哥们儿加油啊！哎，不是，晋级了，我他妈的比赛怎么打成这样呀？你不追一追你自己这个比赛记录，你也不好看啊！哎呀，我诺说你去其他边路发发育，你懂吗？别老在中路拿人头，拿不到，拿不到的，懂吗？两个五杀，疯了吧？这就三倍了。我从来没给你画过饼的，钢板，你听话好吗？不好。可以吗？你听话，你今天别杀了，我们俩就翻篇了。明天我给你拍，好不好？你明天拍，我明天的话就原谅你了啊。我现在要的是现在，我要现在。哎呦，抢了一个！你哎呦！不是姐，我这开大都没有啊，我就抢了一个呀、啊、才。
哎，不是啊，钢板、啊。嗯。我想起来，他不是说他明天给你买吗？那明天买，啊、明天拍，那快递也到不了呀。他指定是在骗你。是啊，姐。是不是呀、啊，我骗你买。你这么聪明，肯定一想就想明白了。是呀、啊，你淘宝买的话，哪有快递当天就能到的？就是，那我得杀了，画饼。那你不要听他的，你不要听坏女人的呀，他在骗你呀、啊。我没啊，我从来没给你画过饼吧？我说了会拍，我就会拍。你今天不要杀了好吗？那不行，今天不杀了，首先这是我的比赛，我不杀了淘汰你负责。啊，对啊，你现在不杀了也不会淘汰。他这个逼他输定了，他十杠二十啊！我他妈叫了个小丑，我靠！我还想杀你，你让他不杀我杀！我要在这个俱乐部追杀那个逼洛洛。洛洛抢不到吗？那确实得追杀了，这诺诺确实很难受啊。要么这样吧。你看你的女仆，你这个女仆的话，你要不再穿个黑丝，懂吗？我给我道歉诚恳一点，我下次可能会接你单打洛洛，你看看你考虑考虑啊。好，那对，那你今天得杀了好吗？哎，今天都说了，今天得必须得杀了。首先，我就没被一个大的刚进俱乐部的一个小老板给我骗成这个样子啊！我真的我一定追杀他的，太给我恶心到了。52个头。嗯，姐，我真不是那样。两个三杀，三倍。两个五杀。52个是因为喜欢我才打出来的。我帮你算着呢。嗯，我真不是那样，我真的是自己打上来的。闭嘴，没让你说话，问你了吗？把嘴给我闭上！怎么打成这个逼样子，你还好意思说话？姐、嗯，这真不是我菜、啊。我就信了你的，用握手上了广播。哟，我操！我真上广播播报，你是来自教育网的最强黑铁是吧？除非呢，还有一种情况，比赛不是五把游戏吗？除非你家现在这个陪玩直接就是投降、啊、弃权，我就直接判定为直接晋级。对，哥们儿，你要么就直接就投降。哎，说那个主持，我弃权了，我不打了。你投降不能弃权啊！你别乱讲了好吗？你投降，快点投降！我命令你啊！那你别三三！哎呀，我也在打比赛呀、啊！我也在打比赛！我啊，五杀！怎么又五杀了？三个五杀，四倍！五杀！四哥，你别杀了！怎么又五杀了呀？等会儿。这个五杀是南枪一个人拿的，哎，那个天人头清空。哦，好像是啊，我忘了。没事没事，真的吗？没事，你就十个头清空的话，也就相差十个头，无所谓了。对你的总成绩不是没有什么影响，没事没事。总成，哎，不是，啊，不能这么玩呀！不是你们不能这么玩呀！钢板，我对你不差。我一直以来对你这么好，你别这样好吗？我可没时间。不能这样。钢板是有三个五杀，我都说了，钢板硬的是品质，不是硬的是实力，软的是态度。嗯。我不需要你的态度了，我真的，你别杀好不好？你这两天已经杀的够多了，你打我这两天已经杀的够多了，请别杀了。他开局部了，我这还是比赛，你这样我怎么办、啊？三杀，啊，四杀，哎，五杀，哎，不是打完了，这是打完，四个五杀翻五倍，四个五杀翻五倍，不是我不跟你吵了，你别杀我好不好？没事呀、啊。嗯，吵呗。我们俩翻五倍了。我们俩翻篇了好吗？不吵了。咋打吧这？翻篇不说了吗？咋打呀？我给你道歉，你不是老喜欢主仆吗？你说了拍视频啊，道歉啊，说了。我答应了呀，我给你拍呀、啊，我给你拍啊。拍了再说嘛。那你都杀完了，你这样我损失太大了呀！我比赛输了，人头也输啊！啊，对啊，是这样的呀。
得罪我的下场只有这个人。我让他弃权，那你别杀了行不行？那他弃权那是他的事儿，我杀是我的事儿，不影响。视频我也对，你别这样呀。首先第一点，这是我的比赛，不杀对我的比赛成绩有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接这个老板单，我如果不杀，首先对我这个职业是不尊重的，懂吗？对不对，姐？一枪做掉。我就说你这，哎，我就说我看好你吧，钢板。奥天，你快点推塔。必须的，姐。我推塔。哎，他玩不起，他推塔。你妈转转转，快推塔，快一点，你投降。哎，别玩不起啊！你投降，我受不了了。现在已经，我这两天你不知道，我这两天输了多少，不是？哥们儿，别推塔呀！你还有一把机会呢，你还有一把机会，你还有机会的。万一推我让你，万一其他组也被清空了呢？万一其他组也被清空了，懂不懂？没必要，没必要。别玩不起。没必要推，没必要推。来给你，我去守一下塔，没必要，没必要啊。老板听话好不好？没必要这样子啊！你以前很听话的，你听话行不行啊？我就是以前太听话了，被当工具人了，懂吗？我没把你当过工具人啊，我们俩和好好吗？对，你没把我当工具人，你把我当仆人，懂吗？比工具人还离谱。你闭嘴，让你弃权就弃权吧，打着这个逼啊，我去投诉你。别啊姐，我直接取消你比赛资格。65个头，我不想弃权。我直接取消你比赛资格，你还不想弃权？我不打了，你妈打成这个样子，怎么打人家65个？你15个，你有病啊！65个头，四个五杀，哎呀，这男枪好厉害啊，手感来了。男枪，主要是这个男枪是你玩的，钢板。姐，主要是那几波前期咱俩配合的好，捡了几个大人头起来了，主要是你。我就说刚刚我你这个人还是太谦虚了。你不要让外人赢我的，行不行？我说了，我硬的是实力，软的是服务，都说了，必须得服务到位。我现在服软了。你服你的软呗，你。我就答应给你开视频了。我帮你忙。他能用我好看吗？我都说了，我不跟。好了，我让你不要来找你麻烦。哦，对，姐，你还没给我发照片呢。他说他长得比你好看。啊，真的。哎呦，真的，我们重庆妹子就没有长得丑的好吗？你信他、啊？我同意，我觉得重庆妹子长得都挺好看的。我同意你的话，因为我有个 VIC 老板，因为我有个 VIC 老板也是重庆的，我觉得他长得非常好看。就红枣是吗？哎，就是红枣呀，怎么了？你现在就是有了红枣了呗？你这么对我？那没有啊，红枣至少不把我当工具人。我也没把你当工具人啊。你把我当仆人了。能不能不杀了？不能。妈，你们要这么玩是吧？德福，我定时间，我他妈我输了，我说打到什么时候就打到什么时候，打到明天下午，今天一个都别想走。哎呀，都没人守塔了吧都？一个都别想走。他是不是威胁我呀？我不想输比赛呀！我们比赛打完，我要把我顾培叫来。我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走。哦，你还有顾培啊？哎呦，你还有顾培。对啊，这个德福，我跟你讲，比赛打完你就把钢板坏了，你把你自己蓝培调来，我他妈要跟你打到明天下午，你别想跑。你现在拿钢板在这里欺负我是吧？他是不是在威胁我呀？对呀、啊，怎么啦？就是威胁你怎么啦？我跟你讲，你走不了。这么点血，你不敢打我？我真男人，叠满了。麻烦不断。哦，纯爷们儿，纯爷们儿。我威胁你怎么啦？没事，有我，我陪你，我陪你，我保护你。听到没有？我陪你打到下午。没有，我有人保护我。这是比赛，比赛打完了，钢板就走。我可以当我老板的陪玩，我可以。我可以继续当我德芙姐的陪玩，没事，我保护你。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凭啥呀？比赛打完了你不走吧？我比赛打完不走啊，你要打我就陪你打来。我要换蓝陪，他也要换，他不是喜欢打吗？不是喜欢打吗？那就打。我姐不用换啊。你比赛打完你就走，我要跟他打。我不用换啊。对啊，有我在，别怕。我跟你讲，德芙。
你他妈的，你现在在这里跟我叫，钢板在这里，你在这里跟我叫，等他走了，你给我等着。错了，对。哎，姐，输了呀。有我在，没事。他要找你打，你就找我，好吧？这安全感拉的真的太满了，你刚好感动啊！你刚认识的一个新老板，你要这么维护他是吗？我必须得维护他呀。怎么了？那你就不能维护我吗？我都跟你道歉了，我们俩翻天了，别杀了！不杀不行啊！怎么感觉又要五杀？你怎么跑了呀？你快点推他！我他妈一下没管你，你到底在干嘛？我不想输掉比赛呀、啊，姐！我不想输、啊。你不要。你的气都塞进比赛、啊，我不要你比赛了。哦，对了，哥们儿。哦，对了，哥们儿，你现在这一把是人头清空了，你只能下一把了。对啊，对啊。你这一把杀1000个，你也是零。快点推塔。哦，差点忘了。你跟钢板说，你去跟主办方说你要投降，我去找客服。你说你要投降，你不打了。投降？我不想投降啊，姐。投降？投降输一半。钢板跟我犟就算了，你有什么资本跟我犟？你疯了？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哦呦！操！哦呦！怎么打嘛？视频好不好？我去买，我买了明天就发给你，你先别杀了好吧？明天就给我发好好发给我，那我明天一定发给你，我们推了好不好？我真的错了，我以后不。你放心，你说什么，你说啥，今天都得打，好吗？为什么？我今天本来是来点你的，我是。因为我说了你的道歉呢，首先光嘴巴说没有用，你得拍视频跟我道歉，好吗？我就原谅你，哦，还得看情况呢，看你诚意足不足，诚意不足还是原谅不了的。看好了，姐，别眨眼，开火！哇、哦，好杀！啊！钢头要杀了！钢头要杀了！就是你两天赢了我多少了？你为了一个刚来的女的，刚认识的女的，你这么打我，你有必要吧？对不对？你为了红枣就算了，现在那你那你为了一个刚认识的姐妹啊、也不知道啊，你就攻击我一个平时给你一直征战的一个陪玩吗？我可以，我把他删了，我不跟初一玩了。你不跟他玩了？带坏我的。你不跟他玩了，你刚才还把他喊来呢，还把频道告诉他呢，那么你不跟他玩了？带坏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以后不跟他们玩了，你别说了，好不好？我以后真的不跟他们玩了。你不跟他们玩，那不关我的事呀。你玩，你玩不玩也不关我的事啊。你爱玩不玩？嗯。你别杀了。得杀得杀得杀，得杀。得杀。你别杀了！你这两天我已经输了很多了，而且我在别的地方，你现在不帮我打，在别的地方也输了很多了，而且现在也是比赛。你这么打下去，我真的要成百金组的老板了。那不关我的事儿，懂吗？我没有义务来帮，我没有义务来帮你啊。首先，今天接的不是你的单。我视频，我跟你道歉，你别杀了。你道歉是应该的，懂吗？别道德绑架我。而且我今天没接你单，我杀是应该的，我不杀才不应该。对啊，懂吗？我他妈，我今天运气差，我真的每次打你运气都这么差，点这么个傻。你要怪呢，你要怪就怪那个诺诺没跟你说清楚，懂吗？那个诺诺，我要给他打到，我要打到他比我还惨，我真的我要一直追着他打，就没碰到我，觉得他妈的比初一。那我管不到。应该跟我们俩没有什么关系吧？跟咱没关系。没关系，闭嘴，有你什么事啊？跟咱没关系。他攻击我，我们再多杀点。攻击你怎么了？不说了，我给你讲，今天他打完比赛他走了，你别想跑。你们让我丢脸是吧？一个都别想好过。
没有、啊、钢板，他威胁我，你还不快多杀几个？行行行，真的，我多杀几个呗。我都给你道歉了，我也说我给你拍视频，你不杀我行不行？我们就推了，行不行？这个事情就翻篇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别杀了，为什么你好赖话从来都听不懂啊？因为我性子比较倔，听不懂。嗯，那你到底能听懂什么？我性格有点倔强，没办法。那你到底能听懂什么呀？听得懂，我听得懂什么？我听得懂今天给我下单的老板的指令。嗯。个屁呀！今天、哦、这句话说的我更爱了。我听得懂今天谁付钱，点我单的那个指令。我给你付双倍，我给你付双倍，你不要再杀了。双倍？不是啊。哦，好像哦，忘了姐，今天杀了。为什么跟你说话你永远都听不懂一样？哦，忘了那个今天的补贴好像是俱乐部发的，一天300块钱。好像不是老板发，我给你加个零，你别杀了。俱乐部给我发补贴，我们翻篇，我给你加个零。我今晚的话有300元小费，今晚300块。你他妈为了啥事？你这么打我，你疯了呀？300块。操！他给你翻倍，我给你翻两倍。你翻多少翻？我给你加个零，姐我亏了。姐我说了那个。我这边的话该拿多少一分不得少，不该拿的我一分不会多拿，懂吗？你说奥天你看是吗？奥天我让你投降给打听得懂吗？你要给就给我发点照片就行了，爱看。行，让你投降推塔，不然我就去找客服投诉你，我就要去问一问你这个英雄到底是怎么上的吧，上的广播。快一点，我怎么发的？你让我怎么办嘛，姐？你让我想你怎么办？我还想推塔，你推塔都没哦，这伤害。推塔都没本事推塔是吗？我想晋级，我。你想晋级？晋级你就晋级吧。嗯。你拉什么晋级啊？来这个17到24晋级啊！哥们儿，你这一把被人头被清空了，我拿五杀了，你清空了。对啊，他拿再多也没有用了。你伤害这么高，就守下家呗。这把人头不算了，你快点推塔。对你这把人头不算了。他就在免费。哎呦，坏了，死了。我不想投降啊！哦，这反杀了。哎，不杀了，杀撞到枪口了吧？杀了我，真的别杀了，我要奥天哥，我去推塔，我们去中路推塔，你过来，你到中路推塔。踢到枪口了吧？推塔的我怎么办、啊、你怎么办你就死啊，你怎么办？我赌你的裆里没有卵蛋，没有子弹。快点推，那个比赛你打不了了。你这把已经被清空了，能听懂吗？比赛规则都不懂吗？在这里玩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姐，这是我自己的比赛，我一定行的。你又行了，他是你的比赛，是我的人头啊。你太行了，你出吗？你出是不是？那你今天你全出，我去跟客服说你全出，我不推。彻底疯狂，嗯，哎好，钢板好，彻底疯狂，钢板好棒。我想自己靠自己的想法来打。你个臭陪玩，我让你推你就推，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你还有自己的想法啦？哎，不行，我想再试一试。你是不相信我去找客服投诉你是吗？是不相信是吧？不想。你去打听打听呢？你去打听打听有没有陪玩，因为给我玩的不好被我踢出俱乐部的呢？你不想干了你直说呗。我不想自己认输投降啊，姐，你听得明白吗，姐？怎么我听得明白吗？你要是能杀起来，你比他厉害，我会让你投降吗？啊，你这把人头清零了，你还不推，你故意的？我试试行吧。我那推
没让你扛着塔去杀人，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哎呀，不近身！好我完了，推不掉啊姐，啊推不掉吗？那推不掉，你不如让我试一下吗？我让你试，你说对吧？我这推不掉，你就让我试一下吧，试一下能怎么了吧？你拉着我的人头搁这试着玩是吗？你给我等着。这也是我自己的比赛呀、啊，我好不容易上来的。你的比赛还有吗？你告诉我呢，你的比赛还有吗？你打成这个逼样，你的比赛还有吗？你告诉我呢。啊。姐，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人头有没有达到300个？嗯。有了，三百个，有了。对对对。等一下啊。我的这个这几把人头加起来有300个吗？因为我在打游戏。有了，姐，你别说绝对，你得帮我，你得帮我加一下。等会儿啊，我算你听话不杀了好不好？你再听我话一次可以吗？我们不姐帮我看一下，如果达到300个，帮我跟助理说一下就行了，好吧？因为我在这边在一直疯狂拿头，疯狂拿。好的，你就努力杀吧，我帮你算。OK。五杀拿的太早了呀。人家五刷来的少不少，跟你有什么关系？就这一把就干100个，这一把，这把算吗？手感还可以。不算，你会不会推塔呢？会请问吗？这把手感太好了啊！我推不掉啊！我试着推了呀。吸血。对面都死了，他把人杀完了，没有人了，你他妈小兵都打不过呀，打小兵推塔呀，听不懂、啊。只有200来个吗？这么点。我在算。这就是。只有200来个。就是、你妈搞个屁呀、啊！你们说300同胞。啊我受不了了，我不打了，这那还早呢。我本来是来找钢板打的。钢板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钢板硬的是嘴，这把已经软的是身体，还有三个五杀，太吓人了。嗯，太吓人了。真的够了，钢板我们推了好吗？不不。哎呀，我记错了，是四个五杀。你做三个，那就是三个。哎，我看了，觉得我自己会看。自己说了是推什么推啊？不要推啊！我感觉钢板还能拿五杀，别推啊！绿叉换成那个飓风吗？那个想疯了吧？上辈子没见过人头是吗？推，别杀了，推了呀！95个，别指挥我，不是你的陪那个陪玩啊。可以做回我的陪玩啊，我不是都是错吗？我知道错了，我不跟初一他们玩了。钢板，我不指挥你，你加油，我相信你。好嘞，我好好帮你算人头。行。我以后不跟初一他们玩了，你再做我陪玩呗。你也不想，你要不要喝奶茶呀？你也不想看我被打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嗯。奶茶吗？要不要喝奶茶？要不要吃宵夜啊？吃他的，他的东西有毒、啊。奶茶就不用了。吐一下呀。嗯。奶茶不用了。那要吃宵夜吗？等一下打完帮你点宵夜啊！你想吃什么？想吃，想吃，想想你吃什么？你别杀了行不行？叫你别杀了。没事儿，没事儿，边杀边想啊。你好好挂机想一想，你要吃什么？没事儿，咱俩两件事情不冲突，边杀边想，慢慢来。你知道打不了就快点推，你不要在这里转转悠悠，转转悠悠啦。你等我到中路来，我们一起去。你要推的，要么你就自己推，要么就让你陪玩推。你怎么还指挥对手推塔呢？那我让你推塔怎么了？我不是你老板吗？我都说了，我跟你翻篇啊，我们俩不吵了。那我就是你老板，我让你推塔就推塔。你说翻篇就翻篇啊？这事没玩。我说了翻篇了就是翻篇了，你不准跟我吵了。我现在才是他的老板，真的不准你记仇了，怎么这么记仇啊？你看，你是什么屁老板？我他妈
毒要给打到后半夜，我要给打到明天下午，快点来推。你看你家陪玩就是不推，哎，就是我来、哎，就是得折磨一下你，偷偷折磨你，好吗？我没有，你还没有呢，你就有，哟，快点推，人来了，他在打我呀，就快点推，差一下 A 塔，哎，别推啊、哎、没推掉 A 不出来呀、啊、是 A 塔开炮，不懂吗？ A 塔、哎、又杀一个，一百个了。嗯 OK、你知道我是 ADC 吗？你知道我推下去啊，有病啊，这就是你上广播的英雄是吧？我要去问一问。别推啊，别推啊，不是你问啥呀？这有啥问的呀？那上个广播有啥问的？确定撞到枪口了，撞到枪口。我点这么陪我来折磨我，你们俩折磨我是吗？没人折磨你，是那个你们俱乐部有个叫诺诺的，他折磨你了，他骗你了。我知道他还拿了你1000块钱跑路了，知道吗？他骗你了，他把我的对钱就算了，那九个头我还以为是你输的，我想都没想我就转了，我问都没问，我还在想你怎么会输啊？对，你是什么意思呀？我都说了我要点你，为什么要随便？你就喜欢跟我对着干是吗？首先我是人，不是仆人，我有脾气。对，你说点我，我就得接你单吗？好吧。有什么脾气啊？首先我是人，我是一个有骨气的男人，懂吗？我帮你勾引、啊、你我跟你说了，你跟我道歉，我才有机会原谅你。我已经跟你道歉了，快点。不是这个道歉，你得穿着，别推啊，你得穿着女仆装给我拍个视频道歉，说主人我错了，马上赔了，你不准杀。那不行，杀肯定得，你得说主人我错了。赶紧推啦，你还主人上了。哎，别推啊，别推啊，别推啊，哎呀，哎呀，满意了吧，推塔行。哥们儿玩的是盖伦呐，哥们玩的，哎，这谁呀？这娜美是谁呀？好奶，这娜美是那个周宁吧？我靠，闪现加血这么细，这么怕输啊？知道你现在很着急。可以啊，这是正常呀，咱是竞争对手，你这么玩正常，没毛病。那你别杀了行不行？那不行，这么玩是吧？我杀的话，我是你的竞争对手，我杀也没问题啊。这么玩是吧？闪现加血是吧？哦，哎，哥们，我杀的比你多呀、啊！啊，那个死的比你快。神经病啊他！哦，怎么又慢了？又慢一步，不好意思啊。飞机跑的就是快，快送快一点。那个鞋子里边出什么逼？德福，那个我刚才人头清，那个上一把五杀，你得跟那个主持说一下这个情况，说我上把有拿了个五杀，他没有人有助攻，他得人头清空，好吗？行，我这会儿给他说。对，你得说一下。闪现加血是出鞋子，我已经出不了了，姐，出不了了。玩盖伦。在干嘛呀？钢板，你跑快点。哦，他是送人头的，不会送的是吗？ 我看你上马挺会送的呀。已经最快了，你别跟他一起。已经最快了，别跟他一起。哦，没跟他一起，没有。别跟他一起。
哦。谁不会呀、啊？给你个治疗，盖伦，别谢我。我谢死你，哥们，这把你得努力一点了，这是你最后一把希望了，懂不懂？我知道，不用你说。我必须得说，我必须得。我不用你提醒。我必须得提醒。我这个人就爱提醒。嗯，我们读书人啊，我就看出来钢板读书人就是有文化有礼貌。这样都没他送的快吗？对面都不打我呀，他是个脆皮呀、啊、哎，自己想鞋子走得快一点能不能听懂啊？会不会玩？对面不打我呀！对面不打我呀！我记好了，我来了。我要打你了，你懂吗？别穿别穿这个，我穿不过去了。结束了呀！结束了呀！我不打我呀，行不行？打我呀！哎呀！这还给我操作！怎么允许周宁给钢板闪现加血，不允许我给你上盾、啊、关心他不行吗？我也关心他呀，是吧钢板？你关心上了，给关心。哎呀，我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必须能关心。哎呦哎呦哎呦，吓坏了吓坏了吓坏了。哎呦，哎，不给上。盖伦，我来帮你啊，我给你上个盾、哎、我保护你。不用好吗？我给你上盾，我保护你啊！哎呦，我真的会谢你啊！七个头，飞机，嗯，手快一点，看到人家的速度了吗？哎呦，还想给我奶？哎，喂。输怕了，你看嘛，我就说他输怕了，是女人输了，看得出来啥情况啊？怎么还往回走啊？不是怎么还往回走啊？你他妈你这运气好不行，就投降啊！我给你个盾，盖伦，我保护你，盖伦，我保护你啊！我断了一下，往回走，我他妈不用不用不用。不是你送人头都送不过别人，你投降了行不行？我不想打了，我看到你还差一个小布啊，他还差两个呢，没事儿，钢板你赶紧送完去杀，我保护这个盖伦。OK， 我不用你。OK， 送快一点。我很快了，姐，我刚才我直接断网了，我往回走了呀。你他妈打比赛你断网是吗？秒断了一下啊，好像有黑客呀、啊哎！哎呀，真的天助我也！可以拿头了，终于可以拿头了。有没有黑客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有。开始了，开始了，钢板。盖伦，我保护你啊，盖伦。中路拿不了头，给你个盾。不用，不用，不用。赶紧。赶紧没事，你快找地方发育。冲动拿不了头，找地方发育吧。这么玩，我拖了他的时间。不行，拿不了。没关系，咱们发育，我们是有战略的。等他送，才有机会。还能杀吗？能杀吗？我来保护你。盖伦现在几个了？送几个了？也送十个了。他十个了。我够了。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啊。哦，没机会，没机会。哎呀，这减速。杀不了就赶紧跑。我都要死了。让你送的时候，你怎么没送的这么快？七百块。哎呀，都拿一个。杀人了！保你走，保你走。
舒服舒服舒服。减速。这是干嘛呀？火影扛，等我六级。解完的好呀。不行不行，哦，坏了坏了！哎呦喂，我操！还行，哎，快速回城。输了输了，我的我的我的，快，我保护你钢板。不是你这点血，哎，你要我就回点血。你是第二啊！不往回家回呀，啊！没事，马到一个头赚了。啊，嗯，你现在亏七百块，血赚的。会打比赛是吗？啊，亏，我亏。我不让你投降，你现在直接投降，我只输一个头，你赶紧。我让你投降。一个头啊，姐！要你咋想的，啊，英姐？你咋想的？一个头啊！你出是吗？哦，你出是吗？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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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霞，我比赛不要了吗？我比赛不要了吗？你他妈，你这比赛你能赢吗？我问你了，你是觉得你能赢？我不试试，我怎么知道？姐，挡我！姐，帮我挡一下。我给你。好吹，好挡。姐，我有事，我先走了。走。我先走了。你走，你走。快润，快润。我闭了，我闭了，我闭了。我让你拉人头，你去跟一个七级的绫罗娃娃去试试了，是吧？我要经验。我要六级，我六级就能打了。哎，钢板，我帮你度过前期。前面，哎呦，这个 ADC 都七级了，我才三级。你是家六级的龙龟，他把反甲都给你反死了。你知道你打不过，你就投降啊！你打不过啊！得发育了，我为什么要投降啊？得发育了。你为什么投？因为你菜呀，因为你硬打打不过了，硬打打不过。那，我先，你先发育一下，我先。他们现在装备人家都知道要发育呀，啊，你老让我打。哎，发育了吗？啊，给你减速下一个了，你干嘛了呢？哦，没事没事。你还能跟我杠上了呀？你妈这里菜菜而不自知是吗？你跟我输了多少？心里有逼数吗？你妈在这俱乐部一个月能输这么多吗？让我好好打好吗，姐姐啊！我把你的战绩，我把你的战绩贴个图贴到俱乐部，每个人都看一看，发个公告。我干嘛？你这不回我吗？你干嘛呀，姐姐？你不回我吗？啊！你回我吗？你现在这么玩的，不是在回我吗？差一点，差一点。我没有回你，姐姐。我在打我的比赛，我在好好打好吗？我再认真打呀！你别指挥我，真的，你姐。我不指挥你，还会玩？你不要指挥我了，好吗？我不能杀，我想自己来。我杀谁？他他妈一个大反甲，我怎么杀？毙了！你知道了，你上，那你上一次怎么跟他站着 A 呢？哇，这把有个龙龟。你现在知道了？坏了！因为他惨了，他惨了呀！这把有个龙龟哦，那不打后期，你要么就快点给我杀，这把不能打后期了。投降，我不想再替你讲这些。后期我帮你做重伤，后期我打不过他，嗯，打不动。我能打好吗？我能打，你信我行不行？哈姆上校，呼叫地面控制。这王八怎么还来了吗？哇，哦，这乌龟好硬，啊！我没把它泡起来，你他妈又在泉水里泡温泉了，这就信你了。六，哎，玩得好，你真会玩，真的，你真会玩。你说我见过最会玩的陪我，给你盾，行，你快点。那我在前面嘛。我不想听了，人家杀了三个了，你现在快点投降了，不打啦。勾引过来了，钢板。哦，去不了，没血了。我行，我行，去不了。钢板，我们不打了，好吗？钢板，真那你先避，先避。打的也差不多了，不打了，行不行？哎，这才刚开始，你老是这些气馁的话干嘛呀？你不是你这逼水平，你能打得过谁呀？啊，是因为我要气馁了吗？不是因为你菜吗？我为什么就打不过了呀？不要，人家杀了三个了，你呢？你干嘛了呢？哎，那我还能去中路帮他吗？
好杀呀、啊！这个人头多少？1000？一千，起飞了！起飞了吗？这不，给机会我就得起飞。我再给你做个重伤，乌龟也能打得动了。下路感觉去不了。扛下来有没有机会？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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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盾给晚了。哎，这什么伤害吗？为什么你一个没杀就死了？我把忍轮直接叠上两百多，我这不是你盖轮都0-15了。盖轮，这个盖轮，哎、我去，他这一把进，他这一把是近战。你都玩上盖轮了，你怎么不玩亚索呢？他这把是近战，很难受。啊，我玩亚索养我自己吗？你也知道啊。你玩盖伦你在搞笑啊，你反正都快乐上了，那你不如玩亚索呢，爽一下呢。又是1000块，好帅、哎、呀，又是瞎荡，我帮你扛，我帮你扛。 OK， 好扛，小心。真的钢板别杀了。嘟嘟嘟，捡护甲，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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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好杀。哎呀，你不是说好了不杀了吗？给他拿这么多头有什么用啊？起飞了，起飞了！现在比赛你已经赢定了呀、嗯，你没有必要啊。咋了？我给你做个救赎。赢定了也可以破破记录呀，赢定了。对呀、啊。要超越自己啊。那我破记录呗，你真忍心啊？肯定忍心啊，太忍心了。不是都说了翻篇了吗？我都答应你开始了呀，给你减速还不行吗？先拍再出。无敌铁骑气势磅礴，横扫千军如入无人之境。恭喜迷路选手在今日比赛优先达到300个人头，迷路选手举世无敌，万夫莫挡，666。别人呢？这是谁呀、啊？别人呢？无敌铁骑气势磅礴，横扫千军如入无人之境。恭喜迷路选手在今日比赛优先达到300个人头，迷路选手举世无敌，万夫莫挡，666。能不能追上？找死好吗？无敌铁骑气势磅礴，横扫千军如入无人之境。恭喜迷路选手在今日比赛优先达到300个人头，迷路选手举世无敌，万夫莫挡，666。都300个头了、哦、是你是真的没用啊啊！300都能 W 到的人，我都能 W 到的人，你追不上啊！你玩这个英雄的意义在哪里？你告诉我，他又要杀人啦！哎呦呦呦呦！我出来了，我帮你减速，帮减速，我受不了啦！好杀、啊！下路有机会，我直接秒对面。你要杀，快点杀他来下路了。我还没过去就死了呀、啊！这。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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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看谁爆发高。啊！嗯。我真的。为什么？哎呦！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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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受。走走走，回去我给你出香炉。青雨，赶紧闭了。哥们儿，你这个盖伦玩的跟我昨前天遇到的哥们儿很像呀，你这盖伦，但你这盖伦应该聪明一点。啊？怎么说？姐，我前天遇到一个，遇到一个来体验比赛的比赛的一个陪玩。也是、啊、也是这样的。别让他卡，我给你卡，我给你，我后面。你到底想干嘛啊？我就应该走啊。哎，有病啊！你滚呐！哎，你滚呐！你在干嘛？这啥呀、啊？这王八是干嘛的？这王八。人家11个，我怎么11个了呀？好傻。你接着说那个盖伦，钢板真的别杀了，你这么杀下去没意思啊。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啊？我们俩以前感情，我们俩以前感情不是感情是吧？你要这么，你要这么玩，就赢了就可以了嘛。你比赛已经赢定了呀，你打这么个臭鱼烂虾，你打得这么认真，有什么意思啊？主要是打你啊，说那么清楚干嘛？你打我，我知道了呀，我打不过你，我认了呀，我打，我认了呀，我知道我打不过你了呀，那不行吗？留一下，留一下。哎，这还有一个，哇，漂亮！这什么大招吧？哎，给你加速！哇，这有大招！抛起来啦！哎呀，这个没想到，妈的！好了，好了，他战绩都正了，你呢？你回家干嘛呀？我给你加血呀！你回家干嘛呀？我更新装备呀，姐。不行，我不能让你说。他都三件套了，他都三件套了。我给你送过来，你更新了呀？能不能把你更新了呀？真的，装备更不更新已经无所谓了，我想给你更新了。看他爆发没有？我操，他越塔杀了，看到了吗？看他爆发了吧？你在干嘛？我能用。好伤害！你看这肉的，这能打得动？你别跑了呀！盖伦打不动他呀，盖伦。别嘲讽我了，行不行？有我来，不然残血你不打。我来，我来，我来，我能打得动。哎呀，这个盖伦不聪明呀、啊哎，笨笨的。我回家更新装备。毙了，毙了。吃个河蟹。出符吧。先回家。无尽可以出了。追我干嘛、啊、追我干嘛这么快就出破狼门之刃了、哎、哦对我出无尽了坏了兄弟们我肚子有点痛没用了傲天你快点去投降我肚子有点痛就我们什么都还好说你这 B 战绩我也不往外面发我要上厕所了我跟你说你投降这 B 战绩我也不往外面发你不投降就给我等着师姐这把能追啊我装备起来、哎、我来帮你我来帮你雷军的哇他在这里站着杀两个，我真的。你呢？你在哪？憋一会儿，憋一会儿。钢板。你在哪？我讲一句，你相信我，莹莹姐。我信什么？你别叫我现在很重要啊。不是跟你很熟啊，玲玲姐，玲玲是你叫的吧？肚子有点痛。这比赛他对我很重要，你让我拼一下行不行吧？让我拼一下。比赛对我不重要是吗？啊，库里。啊，我为了比赛，啊、我他妈天方。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到他，他换了个名字，我来找到他，我来点他的。我怎么遇到你这么个背尸的呀？夹住！我自己打比赛打上来了呀！操！我就想试试。我都到现在了，我还不能往前来。盖伦头也太铁了，他知道他晋级不了，哦、他就恶心人。哎呦！你盖伦没伤害、啊，你推塔，赶紧！让我试一试好吗？五，我帮你扛。真的，我看出来了，一刀两断了，我们彻底，以后我再也不会抱任何希望了。一刀两断。他要把，他要把人引过来，我好反杀。这都行吗？好杀啊！一刀两断了。这都可以吗？毙了，毙了。嗯。钢板别杀了，行不行？杀呀！为什么不杀呀？都一刀两断了还不杀？你想啥呢？你都这么对我了，我对你还要抱什么期望啊？那你就别跟我对话了，大姐，求求你了。那你别杀了呀！别杀了，以后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我就不见你了呀！推了行不行啊？不行，推你让你家陪歪推，老让我推干嘛？我不推。你看你家听不懂人话的，你看你家陪歪三个头他都不推了，你怪谁呀、啊？他跟你一样听不懂，他就得折磨折磨你。给你盾，不是我自己比赛，我折磨谁？快点来，快点来！他就得折磨你来了，你看就得折磨你。啊！你有什么？好伤害，高本，推塔赶紧！我推什么呀？推塔，你推塔，我怎么办吧？我杀这个，我杀这个吗？能杀这个吗？小傲天对面这女的给你什么好处了是吗？还是有别的老板叫你来搞我呀？那个洛洛叫你来搞我的是吗？
那我认识的一个个什么鸡毛玩意儿，我不认识。那你为什么不退啊？我帮你扛。哎 ，OK。他怎么在干嘛？你在干？你在帮我扛一下。哇，飞机还是这么坚挺啊！飞机还这么厉害，只要飞塔，我让你快点推塔，不然我就投诉你去了。你现在不推塔，我立刻马上投诉你。投诉？你刚才帮我扛一下，我不就把他杀了吗？鸡爷，我的亲爷！我他妈让你推塔，我还要给你扛3-19，这就是你一个出来打比赛的陪玩素质。大翔守住我，哎呀，我亲爷呀！你别叫了，我现在他以前也是这样跟你说话的吗？我现在去找客服了。没有，我哪有投？他以前你过得真的太惨了，你不推行，我现在去找客服投诉你。打这个 B 战绩，你跟我说你是来打比赛的，你去看看哪里有比赛吃屎吗？你去比赛吃屎吧，我去找客服啦。比赛吃屎，我自己打的呀，我跟谁有啥关系啊？你别投诉我，你投诉我干嘛呀？你不推可以吗？不投诉你，投诉我干嘛呀？啊，我的亲姐，我的亲姐，我问你推不推？干嘛呀？我是对行不行？你过来，你到中路来，他妈早点听懂人话不就完了吗？我才学学，我过去会死的呀！硬推了，来呀、啊，来来来来来来！不是，打不过就要推塔啊！借由神不能杀人，你在干嘛？哎，哦呦，这个，钢板快来！借由神抢的。一枪就杀了都，两好杀、啊！为什么他能杀人呢？为什么他能杀的人跟人的差距有必要这么大吗？六件装了，你知道什么叫六件套吗？姐，他都六件套了。装了呢？为什么他可以六件套，你不行？人跟人的差距真的有必要这么大吗？我今天就是来点他的，你懂吗？为什么我会点到你？你刚刚跟我说是我的呀。我认认真真打比赛啊！你不是你别，你搞得好像我跟那啥一样，我不是啥好人了一样。速度，出门以后马上跟我来中路去推塔，我不想打了，听到没？啊，推推推，走快一点！别推啊，我们还没开始杀呢。有你什么事啊？别推！你喜欢玩，我陪你玩到明天下午。啊，我不推，我去人在了吗？哦，他推得了吗？他盖伦三个头能打得过谁啊？推推推呀、啊！就是他能打过谁、啊？这人一直都这么暴躁吗？他打不过呀，打不过。哎呦！先把人杀了才能推呀、啊！不是王八又来了！得了谁呀、啊？我人每个人都控住了，你能杀谁？你教教我。交给我了。我操！交给我了，交给我了，我来杀四杀。啊，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快点等兵线，等兵。还有一个没看到。那个剪塔高，快点！剪刀妹呢？推塔别晃了。我推兵线推兵啊！这不是推塔吗？不是。剪刀妹没看到呀，剪刀妹，哎，出来了。哎，他才出来！哎我操！哎呀，错过一个五伤，赶紧推塔！推呀！你倒是 A 塔呀，这 A 呀！我跟你说，30分钟这把游戏结束了，我就不投诉你，不然就给我等着。好，你别投，你干啥？你让我干啥？你别投诉我就行。好杀！你别投诉我就行。赶紧！杀了！就杀他！别投诉我！不是，你神经病啊！要！啊！看到伤害了吧？你刚刚看到伤害了吗？你再看看自己的伤害了。你不推塔，你教教我游戏怎么玩呢？救我！你真的连逃命都不会逃是吗？连我都能走。看到飞机的伤害了。你怎么连逃命都不会逃啊？你救救我呀，姐！我活了，咱俩一块儿。我怎么救你？你往我这边走不就走了吗？不，这岩圈开大了吗？一堵墙搁那儿，我撞墙吗？你快点去撞墙吧！你看你们家哪面墙好撞，你赶紧去撞一撞。哎呦！哦哦，真的，感觉我得推了，现在不能等他推了，我操！够多了，等他推，大翔守不住了。这两天下来真的够多了，没必要这么玩。他玩盖伦是不是听到你那把说自己玩第一把的时候，你说玩盖伦，然后他想？
不是每个盖伦都叫盖伦的好吗？听到没？人家对面的女的都说你啦，不是每个盖伦都叫盖伦的，你不觉得羞耻吗？不，这啥？别管他，你让他去死不就完了吗？快点，有机会，有机会。不、哦，好杀啊！来呀、啊！我没血呀，我在后面。哎呀！哎，有没有无伤？知道你有什么用？我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用。姐姐，干啥？还有两个头呢！你别着急了，我不是你姐，我他妈没有你这么废物的陪玩。哎，漂亮！对面真的漂亮，三星，我操！啊！